哟，徐园长，打扰你睡午觉了。午觉？看来你还没睡醒呢。其实我刚刚也眯了一小会儿。当班主任可实在是太累了。妻子，我们这是……怎么了吗？不，我只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我刚刚应该是在做梦吧，好像自己正在修伯利安里发号施令，飞行在宇宙深处。很有意思的梦呢。我最近的梦就有点，怎么说呢，讲出来可能还挺好笑的。啊，至于吗？不好说，毕竟我梦到自己带的这个班已经毕业了。在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们所有人和我傻傻地抱在一起，又哭又笑的。这仔细想想好像也很正常，每届学生毕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是这个样子的嘛。但我还是第一次当班主任，第一次要把学生一直带到毕业啊。这样一想感觉压力还挺大的。也对，毕竟他们一个个也都算问题儿童呀。真的辛苦你了。你要这么说，徐院长，以后有机会可要陪我多喝上几杯啊。那可要看你能不能喝惯苦瓜酒了。好吧，不愧是我们的徐院长。等等，这么说来，你之前没收走的那一整桶红酒到现在也没还给我吧？真小气。那桶啊，橡木原装对吧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又不可能偷喝的。只是我总不能眼看着某人把它当成饮水机用，让宿舍里整天都带着一股酒气，你说是吧？算了，徐院长，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这是今年趣味运动会的计划书，我放在这里了。我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你刚刚打破了一层你自己的潜意识。爷爷，怎么会？别紧张，我也只是你的潜意识之一，是你借以认知自己的另一个参照物，明白吗？可喜可贺，在潜意识的随机掌握中，你偶然发现了自己正在做梦的事实。